金刚倒锥，两手旋一个细圈，向左弹上嚟，然后一转向右，踩实，一插步，向前送出去，两手翻上嚟向右捋拉过嚟，向下沉，扎稳马步，撇脚转身，握拳。上冲拳失座，左手手掌按落，震脚落步，两手保持盘圆。初学一般都是沉落，最紧要踩稳重心。好，嗱，依家讲解一次。一开始呢度两手手腕要灵活，手要松活。转过嚟，配合身法，腰胯旋转，一旋转向左拍，慢慢试一次，转手向下转，再向左捧上嚟，两手一沉，一转，撇右脚，个重心踩实。向住前方提左脚插步，这个动作我向这个方位打一次，一旋向左一沉，好，两个手向前伏住，撇左右脚提膝。插步，扎稳马，过重心向前送出去，身要直，马步要稳有力，两手松活，一旋上来向右拉过来，跟住过重心向下沉。这一度可以做个开合，一开一合，亦都可以直接变上冲拳提膝。我向翻呢个方位，啱啱嗰个动作一开一合，咁你睇到我呢个手点样配合转过嚟？左手向上嘅时候，右手右脚向前合，右脚做一个点步，左手摆喺身体前面。右手向前打去，向前打，然后握拳再上冲拳，再震脚落步。好啦，我转翻过嚟，再打多一次呢一个动作。两手旋转，腰胯配合，一沉劲转，望前方。一插步，踩实马步，过重心，身法要定，手法要松活，膊头保持放松，攢向下沉，开合，冲拳，落步。好，我向翻呢个位置再试一次，记住两个手旋活，旋的时候保持膊头放松，千祈不要抬起个膊头，一转，马步保持稳定，一插，一去向前，马步要稳，合住。嗱，呢度咧頭先講過啦，亦都可以直接做一個上衝拳，呢個係變化，單腳要企穩夠力，好踩實馬步，兩臂盤圓，保持圓，馬步有力，身法正，金剛倒鋸。